我去吧，我最好点个三级啊！这下子难搞，这下。 感觉不一定抓得死，那没两级我去抓的话，也没有技能。我得蹲，不蹲玩不了，不蹲下轮上了。 What's the flat？ 看到没？这就是我的盲道。七百，这个蟹我就杀了。 结束过了，结束。我无需刀刃。喜欢装，打死你啊！操！ 我跟那下路好难抓呀，算了吧。这个真不好说能抓死这种。我这边先撤好一次。然后我看我红看在不在，抓不上路去了。你们觉得呢？下去打也打不起来，浪费我时间。打中上吧，好一点。 的话好像没那么好抓呀，小超超的鱼，跳。 我们的红心。
束我，什么？结束，听懂没？啊？帮打一下，帮打一下，这个下的太狠了，我这波节奏，把他们下来搞炸了。我靠，屌不屌？看到你咱们打不死呀，我的第一波了，我的第一波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我输了很多钱。放倒，过来呀！其实我想升一个气体再来。气体再来，我觉得猛，来不及了。快吧，快吧，快吧！免他这个搞起来吧。上单子零三零我也帮不了呀，我感觉。这零三零我没法帮，人下去了。我俩伤害打不动，因为克烈肯定会上马，他会上马，我们伤害就不够了。这个是昨天抽号加守护的号，两把都赢了，已经这把也拿下了。我那个坏了，反我野，相信有用的人该有多么愚蠢。
阿 Q Q， 简单击杀各位。开眼了，他妈的！这么说要吵架？男不男女不女都来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会你的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大呢？我操，没死掉。吵架就难完了呀！我这个已经可以打这个先锋很猛了。Thank you.
Killing spree. 东东不要浪费。感觉我已经无敌了，哇，我瞎子为什么能这么厉害啊，我的瞎子，我这匪夷所思，我现在好像是打野出身了，你看我打野为什么这么狠，浪了队友们，我觉得被浪了。盲僧后期监管不在底线吗？神技能了我，每次自夸我就拉了，我不能夸，夸我两句我就拉了，这不操作的瑕疵。这一脚把别人踢得怎么样？完了！我操！这波怎么打得有点怪了？我打得有点怪。来给我查冷静一下吧，来了，我觉得没必要做魔抗，就一个力量做魔抗有点太浪费了，做个青龙刀吧。我觉得大个龙稳一点，打到龙了，对吧，先把这个打野抓死。稳了。
你们觉得青龙刀这个装备适合盲僧吗？三个技能谁的中的钱？不是打大龙呀，那搞得我都不知道他打谁了都。买个复活甲队伍，肯定青龙刀确实 CD 够了。我八十多级就配个了，一般来说提速60就够了。来个帅的，兄弟们，玩盲僧不就为了这一刻吗？看好。多了就算了，拿下。